条海参，现在帮朋友打真空，打好真空，等一下冻硬就发出去，收到你们自己泡在水里面，想吃的话就去煮，不吃的话就用密封袋装一点水，然后放到冰箱去速冻哈，装点水速冻，就用防止它压到哈。雪花牛肉好亮啊，今天这个牛也很肥。今天双臂鱼胶也到货了，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哈，大家平时煲汤可以直接丢几个下去也不错哈，反正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，这一次也可以，也不会说太碎的，一斤70多个左右。全部都在动了，这个水柜专门冻鱼了。今天龙利鱼，这个太新鲜了，最近这龙利鱼都是非常新鲜的，全部要来冻，冻硬才能发货。这些还没有冻硬，这些龙利鱼，这些全部要冻，冻硬才能发，往上再发的。煮水果，这个是早上做好的哈，刚做的，软软糯糯的。打个一通，全都是顾客订的。